踹，搞得那难怪。哦，因为我是怕那摩托车挡到你的地头走啊。摩托车挡我没擦，然后砸啦砸。哦 ，OK。挡我镜头的就被我骂脏话，这你懂了没有 ？OK。哎，这个不习惯，等一下再换回来，好，好不好？四十分钟特辑啊！剩下最后一名。